我们明龙宫原先是在高雄内围的一个神坛，奉祀皇甫元帅。皇甫元帅是真人成神，历经五次转世，从印度神、弥勒佛之子、日本神、清朝人，到最后这世俗名为黄银河。3岁过世之后，7岁得道，拜叔父千岁为师。封号皇甫元帅。当时我们的公主翁武章因为脚断掉2年多了还医不好，后来被名山代天府的叔父千岁医好了。叔父千岁便指示他要雕塑皇甫千岁的金身侍奉。民国80几年时，公主搬来屏东内埔。87年时，皇甫元帅至名山代天府玉皇殿里代天巡守匾，晋升为皇甫千岁。90年动工建庙，100年入伙安坐。明龙宫从建庙开始一路艰辛，并举办过多次教典。在民国113年即将举行九朝清教暨王传教。安明龙宫安代天巡守皇甫千岁受到上苍特殊的玉旨，啊来启建九条基安清朝暨王尊朝。上苍就是按至尊无上，啊千岁爷就是按崇拜对象，信众神祗有承则灵，接九龙汉香案，啊来接朝天敬礼的座谈，万众啊来祈福。讲这道吼，有足特殊的科技，就是讲这倒推。就是按这个道教这个法术，要来晋升有非常重要。就是讲按这个道长，也是这个技师、技师，要来晋升的当中，伊需要受禁练习道法，来接近自己的身心。上顶108空8层的道梯，来上到天庭，受到按天地总感，神与人的认可，大型科书会当。这是万年屏东明龙宫最初驾行正科，古历10月30到11月15，九条基安清朝至王尊朝，欢迎各先生大德共享圣物，共沐圣恩。